Freedom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 Freedom Sports 直播的台湾木兰女子足球联赛，我是主播洪丽敏，很荣幸来担任这次的主播。目前的积分表由第一名花莲台开积分19分，第二名新竹 FC 15分，第三名台北 SCSC 14分，第四名台中蓝鲸11分。双方队伍442，台中蓝鲸前锋汤永勤、李秀琴，中场张继兰、赖伟如、刘千云、周欣妮，后卫侯方伟、陈盈慧、郑雅勋、徐雅婷以及守门员陈思雨。花莲台开也是442，前锋江雅慧、赖丽琴，中场林凯琳、王香慧、苏婉金、潘燕欣，后卫徐淑芳、林雅涵、蔡丽珍、陈雅慧以及守门员田月秀。相信花莲台开应该是笃定拿冠军了，但是应该不敢松懈。好，哨声响起，比赛开始，左边是台中蓝鲸队身穿蓝色，花莲台开是身穿黑黄色，要进攻左边的大门。哇，赖丽琴有机会吊门进了，太棒了！哇，他的第七个球！哇，赖丽琴看到守门员的角度站得似乎比较前面，很有技巧性的将球吊进球门。头顶解围啊，八万五射一脚，上半场结束。目前花莲台开1-0领先台中蓝鲸。哦，赖丽琴拿球，个人过了守门员，射门成功，进了啊！这个球传得漂亮，19号传给赖丽琴，个人动作过了守门员，哇，已经第八球了。目前花莲台开2-0，领先台中蓝鲸。哎，目前前锋没有人，是否吊钟？吊钟！哎呀，赖丽琴又进了。赖丽琴这个球前插实在很棒。哇，目前花莲台开3-0，领先台中。赖丽琴拿到球，一过二，射门。哎呀，再补一脚，进了！花莲台开4-0，都是由赖丽琴一个人所射进的。赖丽琴又有机会咯，个人动作啊！比赛结束，最终花莲台开以4-0击败台中蓝鲸，四个球都是由赖丽琴所射进的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台湾木兰女子足球联赛，我是主播洪丽敏，由 Freedom Sports 直播，我们下次再见。Freedom